工表示，他们有在厨房那边先做扑灭的初期灭火的动作。那他们没办法灭火之后，然后打119请求我们支援。工人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已经浓烟很大了。是我们在热厨区发生火灾。然后在第一时间，我们人员有进行扑灭跟灭火毯的抢救。社会处开始去做相关的一个他们的员工的一些关怀，那在第一时间给他们做相关的一个这个协助这样。